兄弟，多亏那根绳子，要不然我们都出不来。千万别这么说，你救了我妹妹，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这个跟随了我多年，一点小意思，收下吧。兄弟，你看轻我了。哎，拿着吧，不成敬意。真的不用。那好吧，那以后再见。她是你妹妹。对啊。 今天谢谢你了，没事。妹妹，上车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兄弟，怎么称呼？有缘的话，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后会有期。日本人。 谁啊？听我的话，我掩护，你先走。我不走。他们有枪。撃つな、生き捕りにするんだ。はい。你跟我们走。怎么回事？ 住手！让他们把枪放下。銃を離せ。 走。谢了，兄弟。上车。